戏剧圈什么角色都 OK。陈十年近日的演技将独家曝光。上课了，看我们的。老师黑人助教荣家 Are you ready? 上面的不要那么喊口令，六一二三四，你们刚刚介绍做助教了吧？啊，我是荣家，应该是白雪公主。我爱黑社会。好，同学们请坐。哇，白雪公主哎，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直接拿到这套衣服的时候吓一跳吗？怎么说？我疑惑说为什么要为我借这一套？对啊，其他还有七矮人的装扮。好的，今天正经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。这个事情呢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是啦。是不是？是跟你的一生哦。都觉得你好像一生都牵绊在这件事情上面。是的，一生目前呢，因为即将在717有一个年轻人的圣诞。是什么呢？因为七年级要一起来参加这个圣诞。我跟你讲，现在都差不多要八年级了。七年级先，八年级尾随。先问一下。最令你们感动的纪录片是什么？练习曲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充满那个就对自己未来有所期望，和为自己努力向前的一个故事。嗯，确实，它那个 slogan 就是很多事情你现在不做，以后就没有，也不会有机会的那种感觉，就去追逐。年轻的时候。对，还有谁？翻滚吧，男孩。有什么感觉？看到他们为那个体操的付出跟努力，就觉得很感动。哇！林玉贤导演啊，拍这一部片，那因为他是他哥哥，对，那个教练是他哥哥。拍完以后要拍那个六号出口啊，现在那个公司还在抵押，因为他自己觉得拍片就是要追逐梦想。对，还有谁？态度。你先看盗版了吗？看那个预告，预告就整个很起鸡皮疙瘩呢，很感动。15岁的也会鸡皮疙瘩吗？看了这部片，有热血的，有热血吗？你看过那个了吧？我看过花絮，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好像还蛮好笑的。然后因为其实呢，我就是我跟篮球的那个渊源是从国中，然后可是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在。因为我从国中喜欢看 CBA， 哎呦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我知道。红国的吧？对。哇。然后就是非常的疯狂，所以对于篮球就有一种那种你知道那个感情。然后现在看到这种纪录片，就有一种很热血，就觉得哇，很想再重回球场。这部片来讲，大家可能觉得是拍篮球，但是其实是借由篮球来跟大家分享态度那个精髓。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态度。最有态度的团队，态度太紧张了。最有态度的团队，包括导演还有球员，让我们欢迎小马六人帅林志杰、陈思念、王建伟、小六。掌声大尖叫！啊，前进一点，前进一点。帅不帅？一个一个跟大家问好。从导演开始好，小马，我是态度纪录片导演小马。哇塞！的领导，领导，哇！好，我是那个态度纪录片导演廖仁帅耶。下一位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思念。
你要说我是史努比思念。像不像史努比？你自己说说看，小孩子，你看他侧面，思念站出来一点点，侧面超像，不录了，像不像？哪边最像？侧面。婴儿肥什么？他说侧面的感觉。谁说婴儿肥啊？夸张。OK， 思念拍拍手。换你主将。大家好，我是志杰。Are you ready？ 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六王建伟。Are you ready？ 你们慢半拍，他会生气了。他很敏感的哦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妹妹有问题啊，先问大家了，好不好？直接，我要请问那个小六老师，你问错人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志杰比较想要你问他。没有。我要问小六老师，就是我们老大很注重那个球队伦理，那你有没有在球队里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过？我不可能啊！你今天就趁今天好好讲清楚，因为有一些学长，我也认为我在旁边看，我觉得过分，是过分了一点。你讲，你讲，好好讲。说出来，说出来。他不敢讲。好，等一下，大学长，你帮他讲一下，你有什么有时候会看不过去什么事情？其实都还好啊，买东西啊那种都可以啊，都还好啊。买东西而已吗？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深刻？小哈，小哈没有来讲小哈好了，就有一次。练球啊，小六已经腰很不舒服了，就大家就还是因为就是爱玩嘛，就推他头啊，什么有的没的。小哈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冲过去一直抱，还没一直丢，一直念丢，然后小六就很不爽，然后就一回头看到小哈就觉得，算了，他就自己走到厕所，然后听到蹦蹦蹦，门就被他拆了，他就发泄这个，然后一出来因为。小哈是学长嘛，然后小六一出来，小哈还要想说。不能气势输，就说小六你干嘛？这样就要生气哦，然后就哭了，就说好嘛，对不起嘛，学长，然后就回去。看不出来哎。瑶瑶，你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太过分，我觉得小六真伟大，真伟大。哎，我觉得他可怜哎，他伟大到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林志杰他防守。要防守他很难嘛，那其他球队的球员都会太专人防守，就要让他习惯比赛的那个就是一个强度。那我们没有别人，就只有小六，然后他洗衣服洗半天，然后上场他就在防守都在一直贴那林志杰，人家有一次火了，就把他怎么打下去，打到一个他觉得他自己很委屈啊，然后开始就掉眼泪。同时站出来继续跑的，哇哇！对，教练说，班长，小六，你先下来休息一下。你就看到一个下来坐在旁边的，等到小六 OK 吗？然后他很想练呢，他一直很想练 ，OK 完了，校长继续防守，给他拍拍手好不好？夸张了，有太夸张了，夸张了。哦，什么人还有问题？来，我想请问一下大导演两位，就是你们在拍片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、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？印象深刻，应该是像我们两位身材就是也不矮，可是，在台北篮球队显然就矮人家很多级。哎，你好像比思念高哎。哎呦，久了。然后就是差，像他们的力气又非常大，小马又。